安，今天来做羊膜穿刺。今天是医生，听说很厉害，做了20几年了，都在做这个羊膜穿刺。啊，现在因为做完了有点酸痛，做完要回去躺，然后还要吃医生给的安胎药。那为什么要做羊膜穿刺？因为人工受孕，医生建议必须要做。那他还有去检查一些，包含了唐氏症宝宝跟小孩的基因病变等等，都会检查到，包含的性别是最准确的。当然，如果像我们做一胎是8000多块，两胎16000，9月23，将近快一个月去看报告。来，先生，等一下抽完哈，请你在外面找一个位置给太太坐着休息。好，大概休息半个小时左右，没有其他的不舒服再离开。好，回去一定要多躺多休息，因为你又双胞胎，本来早产的风险就会比单胞胎高一点，所以尽量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，还是尽量多躺多休息。怎么吐那么多啦？你在跟那个冰吗？各位早，今天是9月22号，我们今天要去例行性的产检，那今天就可以知道那个性别的部分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打算没有要让医生跟我们讲，因为到时候我们会开一个性别 party， 所以我们自己今天准备了一个纸条，就是跟医生讲说，你帮我在上面打勾勾就好，剩下的我自己会找时间自己知道这个性别哦，看是男男或男女或者是女女。我的那个羊膜都正常。来，等一下给你看。你给我看。对。啊，你不会做什么代志？不是，你知道性别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要跟我说，你可以帮我这种打勾的话。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那个性别拍的。大家请问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我的小孩，女男女还是男男？啊不，我。你不要跟我讲。你帮我打勾，阿宝遮起来。我只要打勾就好了哈，不能跟你讲哈，不行。啊，我也不能跟你讲哈。对，因为我们要给人家做那个气球。哦，那一定很热闹哦。对啊，找亲朋好友来。给你写了，好，谢谢。要多休息哦。好。那个羊水出来都正常。羊水都正常。我的小孩正常吗？有没有？羊水正常，没有，大小都差不多。就好，我们生产啊，万一剖产，我想剖产的几率会比较高。因为自然生产的风险太高了，所以可以的话就给你剖产。那个才重要了，高层次传播。好，今天来做高层次产检，那从早上我们10点半到的。那我们现在已经2点半，差不多中间又扣了大概40分钟去吃饭，所以我们大概照了2个多小时，最后终于把它照完了，进度应该算快了。好，各位早，今天又到了例行性的产检了。那我们今天已经32周，快33周了。医生说36周可以生，对，那给各位看。现在肚子这么大，还吃，你哪能吃？哎呦，他抓了个垃圾桶，一个胎位证，一个胎位证。好，很辛苦哦，你们在硬嘛。我会硬是正常的啊，这没办法啊，而且越多越来越腻啊。
188，1878，正常。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如果他生，他现在量的那个体重，生出来就这样，就是差10%到15%。哦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. 有可能要照顾的人比较轻。好，那就多休息啊、哦。好，都不要三步运动，放箭爬楼梯的。好，好吧 ，OK。他测糖水那个是？现在要测啊，你没有测吗？嗯，今天测一下。哦，有吃东西吗？有，刚好吃早餐。好，有一两个钟头多吧，一个都可以，不要喝糖水，一个钟头内不要喝水吃东西啊。好，好，那两个礼拜回来啊。好，金金葡萄糖，要喝糖水做。糖塞测试，空腹两个小时，喝完一个小时后抽血，看这个。因为他的目的是要空腹那个才准啊，因为我们刚好吃东西，血糖会比较高。嗯，好喝吗？好喝啊。欸，人家说十分钟喝完，你一下就喝完了。要不要喝掉了？他是怕你喝不完。欸，没有啊，你有觉得很甜吗？还好，第一口蛮甜的。那现在麻痹了，就跟我平常在喝饮料差不多。那现在33周左右，那下一次产检是36周左右，估计在两次产检。牛肉差不多。啊，没有吃牛肉？有啊。你这礼拜都没吃吗？有啊，你这已经有吃啊。你为什么没有像那两个礼拜吃那么夸张？一个2121-2535，会有误差啦。我跟你讲，下礼拜哈，你要开刀了哈，胎位不正，给他留记录，请那个做的人给他留个记录，两个胎位不正，体重多少哈，给他术后，啊，看几点？看几点？看你啊。我没有。你没有说，我就早上帮你开啊。阿丽雅指定9点到11点，就9点到11点。就跳医生精神最好的时候。都很好，一直都很好，都很好，那就一直都很好。现在士气高昂，我看晚上爱困爱困。对啊，今晚晚上比较早起啊，就是生日。哦，只是我现在58岁而已。哦，什么时候生的？1月1号。哦，我、哦、这个要录一下，这个录一下。好，1月1号生的，哎。好，一起努力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好，拜。超大颗的啦，你的肚子怎么那么大颗？